大家好，我是黄道主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辣妹 Beauty。 今天道主在这里呢，想跟大家分享服饰的搭配，因为现在马上进入冬天了嘛，我们要换新一季的衣服了。我这一次呢，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 And Other Stories， 我也是第一次买他们家的衣服，最近就是特别想买这种风格的米白色啊，这种色系款式呢，也是这种现在很流行的这种款式，就整个一个立领往上拉，然后腰线往上提的。像我身上这件衣服我就很喜欢，而且我最近也想买一些就稍微显品质一点的毛衣。马上 LV 要出新的款式的项链，先给大家透个风，设计了一款特别特别大的一串串的。好，我先保个密，特别漂亮的一款项链，这样的领搭配出来就很漂亮。因为那款项链呢也适合于穿毛衣，挑了不同的一些风格的衣服，今天在这里分享给大家。我们就一套一套的来看，先来看我身上的这套好不好？超满意，超级超级满意，就是从色彩这两颗搭配，裤子也是他们家的，我觉得搭配出来效果也是非常棒的，细腻的那种羊绒面料，它折皱起来的时候就能够看得出来很有质感啊。总之我很喜欢，然后它这个领是这样立领，裤子呢稍微长了一点点，但是裤子的色彩跟这个衣服特别特别的搭，特别特别的搭配。这一身我特别喜欢，哎呀，我好喜欢这一套啊！我最近特别迷恋这种米色系，我甚至于想把一些床品啊什么，还有就是沙发上面的装饰都换成米白色。冬天的时候就感觉到很 cozy， 很温暖，就更加适合我的年龄。最近可能我买的很多衣服都是偏这种色系的啊，这一套我特别特别满意，我特别喜欢。它那个针织的特别特别的细，这款应该是他们家卖的比较好的一款，特别时尚的一个中领，是这样立着的中领，然后又不会太长，刚刚好在这样一个位置，因为太长了以后就会显得很累赘。腰部的地方呢不是通常的那种，但这个位置往上提了一点，这样子的话就显得整个人高了起来，就把你的裤身拉长了，整个人往上提了。如果说是这样子往下的话，你就是不是矮了很多，你往上提起来就会高很多。而且它这个虽然没有卡肩的那种设计，但它看起来也是很休闲，这件衣服上班也很合适，平时穿也很合适，像我这种35+奔4年龄的人穿也特别特别的合适。然后裤子我也特别喜欢，裤子的材质各个方面都很喜欢，但是唯一有一点，它的裤子有点长，其实我现在是穿了鞋的，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点会拖到地上，就要改短一点才行，要不然的话我就没办法穿。我觉得这套搭配的我很喜欢，很满意啊，我真的好喜欢这套衣服，面料材质各个方面都很好，都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，有一种高级感。冬天的衣服通常呢可能你会穿好几年，就反复反复的穿，像这种一般百搭的色系呢也是会反复穿的，所以呢就可以买一件比较有品质一点的。其实这个价位也不贵，它好像是99还是多少，品质也是很到位的，所以这件衣服我还蛮推荐大家买的。唯一就是裤子我觉得长了，我还得去找人改，去哪找人改，哦，我知道梦里面好像有人改这样一个搭配系列，嗯，挺适合我们这个中年大妈，并不说这一套就是和35+加的年龄穿，我觉得20几岁穿也是可以的，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温柔，就是跟人相处的时候不会有那种杀伤力的感觉，给人一种很有亲和力，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色彩，所以这一套是我最满意的、最喜欢的、最满意的。好，下一套。小皮裙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会很大，但实际上穿上身了以后就觉得特别的合身，它的腰这个地方是收腰的，是有这种弹力的收腰的，收得特别特别的贴合，然后上面呢它有一点小斗篷的那种款式，是这样长的一个扇形的袖子，这样子的是不是有点酷酷的，然后呢又不失女性色彩的那种感觉，很有气场的一条裙子，是不是？今年秋冬就特别流行这种上面部分显得宽大呀、它一点都不紧，像以前小皮裙这些地方都很紧的嘛。然后搭配一下 Alexander Wang 的这个小短靴，搭配一双小短靴 ，Alexander Wang 的这条小短靴，搭配这条裙子就刚刚好。如果你打算要买一条皮质的衣服或者裙子的话，我挺推荐这条裙子的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它的这个地方就刚刚挡好，挡到我的粗粗的小腿，有一点点小斗篷风。然后这条小皮裙还在打折，好像原价400多，现在打下来300出头一点。你们喜欢这条裙子吗？我觉得这条裙子很好看。然后我是105斤，然后1.63米的高度，然后穿了这个是4码，就刚刚好。
就它网站上测的这个码数就刚刚好，然后它这个皮质也很好的，是那种小羊皮的，没有一点点那种皮料的味儿啊什么的，然后摸起来也很舒服。很喜欢这条裙子呀，去很多场合都很适合穿。对，挺好看的一条裙子，喜欢。这件衣服呢是偏白色，其实我刚才穿的这件衣服它不是纯白色哟，肉桂粉的那种感觉，不是刚才说的那种米白色，米白色应该是这款，这种是米白色，就偏白的米白色。床单是那种超级白的米白色，肉桂粉的一种白，肉桂粉白，腰收的挺高的嘛，高腰的。然后这个是它把你整个腰部包起来，你喜欢哪个？就这个地方是这样宽宽，有点松松垮垮休闲的，下面呢是有点点收腰的。看看这款呢，其实它还在打折，就这个质感更显档次一些，然后这个毛衣质感也还可以，也还 OK 的，但是没有这个看起来那么特别，袖子的接口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是垮袖的，就显得很休闲。这件毛衣也不错的，就很有设计感，有很多衣服就是松松垮垮太休闲了，以后让你看起来就很颓的那种感觉。这一件的好处呢，就是它在上面休闲了，在腰部这个地方又给你收紧，很显你的腰身，穿上去就是很 cozy 啊，很舒服的感觉，就是休闲温暖舒适。换衣服嘛，然后照了一下镜子，会觉得哎，这件衣服真的不错哎，从颜色呀、品质啊、款式啊各个方面我还蛮喜欢，紧身的瑜伽裤搭配出来的话效果都挺好的，是不是很 cozy 呀，然后很舒服，很 cozy 很舒服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毛衣我还蛮喜欢的啊，上面就是比较休闲，到了这个地方就开始收紧了，所以下面我们搭配一条紧身的裤子，然后整个一个就协调下去了，就休闲到收紧。那你觉得呢，是不是呀？长袖的一个打底衣服，白色特别的火，都抢不到它，然后我也没有买到，明年说不定夏天的时候先买了来。这个经典款的款式，然后以及他们家的毛衣，我觉得都还是蛮推荐给大家的。他们家选了一条这个项链，就是最近不是很流行这种很粗的链条项链吗，然后再加一个金币，它是同一条项链，这样搭配很多毛衣。这件毛衣呢，它是一个羊绒棉质的，我觉得应该有加羊绒，它这个毛线里面有加羊绒，单排扣的，扣子是这种小香风的扣子，是不是很像香奈儿的有一些耳环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如果你有这种复古的香奈儿的耳环的话，搭配这件衣服真的是太棒了，小香风的感觉，慵懒的，然后也蛮有气质又品质的一个小姐姐的那种感觉，就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件毛衣挺好的，挺不错的，穿在身上很有品质。然后它的这个袖子呢，有一点点的灯笼袖，它不是那种特别紧的袖子，今年冬天蛮流行那种灯笼袖的毛衣，之前我在它上面测出来我应该穿 S 码的， S 码没货了，我想哎，慵懒的感觉嘛，我就买了一款 M 码，我觉得这款 M 码挺好的耶，如果是 S 码的话我穿的可能就会比较紧。然后我的体重现在是104斤，105斤，1.63米的身高，穿 M 码就这样的效果，是有一点点的米色的白，挺好看的。这个皮衣搭配这件毛衣蛮搭的，这两件一起。这件牛仔衣呢，我选的是一个 S 码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 S 码这么大，它可能就是这种风格，里面可以穿一件白色的 T 恤，然后我就懒得换了，就直接套刚才那个毛衣套在里面，就这样搭配。像这个衣服呢，它就是这种松松垮垮的，搭配一条瑜伽裤啊什么的，效果出来会比较好。 T 恤或者说这件衣服一样，就要露一点点出来，因为它是稍微收高腰的嘛，显得更加的有层次感，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女生有点屌。你算你把 Google 停了吗？ Hey Google， Hey Google， Stop， Hey Google， Stop。 我觉得穿这套的感觉就是岛主有点想向你们年轻人靠拢的感觉。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黑豆，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，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，因为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。好听吗？好啦，以上就是岛主今天给大家录的视频服饰穿搭分享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的视频，如果喜欢这样的视频的话，记得在下面给我留言还有大指拇的赞哦，希望大家每天都笑口常开好心情哦，我们下一次来维 beauty 再见了，拜拜。买的是四码呀，不是说我穿四码吗？吊带看起来好大哟，是不是也太大了？
没有。刚才那个吊带，我不是说四码，拿着我就知道大了嘛。穿了以后果然比较偏大，所以我应该穿二码。我觉得四码穿他们家的吊带还是有点偏大了。